视频中，男子搬下一块城砖，又用脚踹下一块。拍摄者说，秦始皇修点长城不容易，他给破坏。事发地疑似张家口怀来县，怀来县瑞云关乡派出所称，已接到乡政府报案，正在调查。修点秦始皇修点长城不容易，他给蒙破坏。光一段男子恶意破坏长城的视频，视频中男子搬下一块城砖，又用脚踹下一块。拍摄者说，秦始皇修点长城不容易，他给破坏。事发地疑似张家口怀来县，怀来县瑞云关乡派出所称，已接到乡政府报案，正在调查。修点秦始皇修点长城不容易，他给蒙破坏。